要说前两年流行魔幻 IP 热，那今年就是刑侦犯罪的主场了。由新锐导演董越执导，段奕宏、江一燕主演的犯罪电影《暴雪将至》将于11月17日正式上映。影片未上映前就已获得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最佳男演员奖两项大奖。近日，导演董越主演段奕宏将最冷犯罪片带到魔都，电影映前路演活动上海开动。发布会现场，两人大谈电影中的人性表达，并与影迷亲切互动，畅聊2017中国犯罪片新浪潮，试图在新片中用开放式结局打破犯罪片套路。新晋3A 影帝段奕宏加入新团队也是一次大胆尝试，大量雨中戏份，拍摄环境一定是相当的辛苦啊。其实还真是应了这个63天得意于63天这个雨中作戏的这种感觉，才寻找到，真的是寻找到这个电影的气质，人物的气质，不仅仅是演员，是吧，导演？我觉得美术啊，各个部门都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因为这些创作者拍过很多戏了，遇到这样的阵仗啊，这样的一个拍摄语系的这种大密度的电影也是很少见的，所以我们大家还真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之下找到了这个电影的气质。非凡娱乐上海报道。